八區，區區都有特色。要形容油尖旺區，只需要四個字：多姿多彩。有特色的街道，亦都有歷史文藝的展館，集觀光、美食、文化氣息於一身。而油尖旺區的體育運動發展一樣多元化。全港運動全城躍動，第六屆全港運動會將會在4月23日至到5月28日舉行。十八區的運動健兒已經準備就緒，爭取佳績。在上屆奪得乒乓球項目總亞軍、十八區啦啦隊大賽最佳表現獎及最具地區特色獎季軍的油尖旺區，今屆成績又會唔會有突破呢？參加本區的八個體育項目選拔的情況是非常熱烈，我們一共收到300多份的報名表，亦都根據大會的既定機制是順利選出165名的精英運動員。隨著各項體育訓練是於本年1月相繼展開，他們已經是積極投入訓練，努力提升個人的體能和技術水平，藉比賽作好一切的準備，以務求達到最佳的身心狀態，迎戰港運會的各項賽事。油尖旺區代表團將會全程投入第六屆港運會，並為比賽作好100%的準備。我哋一齊為本區的運動員加油！咁喺今屆嘅全港運動會啦，我就會代表油尖旺區咧，係出戰係乒乓球女仔嘅一個雙打啦，同埋一個團體嘅項目嘅。咁而我哋油尖旺區喺上年嘅一個女仔嘅團體，其實攞到很好嘅成績啦，攞到第2名嘅。咁今次我哋嘅陣容都好強大啦，咁我都好有信心，我哋今次可以有呢個衝金嘅一個能力啦。咁希望你即係大家都可以加油啦，而我哋係我同我嘅拍檔咧喺呢個雙打嘅項目方面咧，亦都會即係會俾心機去練訓練多啲啦。希望喺雙打呢個單項方面都有突破，可以攞到好成績嘅。全港運動全城躍動，全港運動全城躍動。